作为一个母语是中文的人，你会说你对所有的汉字都很熟悉吗？不会，不可能的，汉字太多了，很多字我也不认识。有吧。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好玩的小测试，然后是给你一些词语，然后让你写下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第一个。牙膏吗？嗯。啊，小兔。上面是个高啊。拇指。我的。光挑男的写哈。也忘了。口加个喷嚏。哎呦，一个比一个难，我操。正确答案在后面，你们。我千万别看了，我觉得都是错的。就是在，是不是一看见就会，但是一写就不写不出来，好可怕啊！一个都不对啊，一个都不对。牙膏应该写对的，嗯，大拇指写对的，喷嚏我写错了。嗯，喷嚏。拇指是对的，喷嚏的T字写不出来，嗯，好尴尬。就是有的时候感觉我几年学都白上。